Hello， 我们看一下一至五三角函数的图形习题第六题。题目下假设说三倍的 sin 西塔的平方减掉七倍的 sin 西塔减掉六会等于零的情况下，请问 sin 西塔的值会是多少？首先大家先观察一下，我这一题的目标是不是要求出 sin 西塔的值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大家看一下，假如说我今天把题目 sin 西塔我叫做 A。那我是不是可以变什么三倍的 a 的平方减掉 7a 减掉6等于0，那我最后叫你求 a 的值，这个我们会，对不对？所以同学千万不要被因为 sin 西塔这个符号而吓到，它其实就等于是什么三倍的 a 平减掉 7a 减6等于0，叫我去求 a。 所以一开始的话题目跟我什么三倍的 sin 西塔平方减掉七倍的 sin 西塔减6要等于0，接下来的话我就给它什么因式分解。那因式分解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变成什么两个刮弧相乘，对，其中一个刮弧是三倍的 sin 西塔加2，另外一个是 sin 西塔减3，最后这两个刮弧相乘要等于0。好，那既然两个刮弧相乘要等于0，代表说左边那个刮弧有可能会等于0，或者是右边那个刮弧等于0，对。所以下一步我就写三倍的 sin 西塔加2等于0的话， sin 西塔就会等于负的三分之二。那或者是什么 sin 西塔减3等于0，代表 sin 西塔会等于3。但是大家要去注意一下，这两个答案有没有都合，还是都不合，还是有没有其中一个合另外一个不合。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sin 西塔一定会什么大于等于负一，然后一定会小于等于一，对不对？所以 sin 西塔等于负三分之二是合的，因为它是什么大于负一，大于等于负一，然后小于等于一的。但是 sin 西塔等于3是不合的，因为它的最大值只能是一，不可能到3。所以这题来说 sin 西塔只能是负的三分之二哦。